所以说，这个甲沟炎修它永远是修不好的，只能说把你问题暂时先解决一下。行了，多余的话也不讲了，现在开始给你处理啊。可能有点感觉，可以喊，可以讲，可以叫，但不要动啊。可以把感觉给你降到最低，老客户了，但是还讲一下。看现在这个甲沟炎的这么深，其实都看不到了，知道吧？看不清了，哎呦我的天呐！先坐一下，哇！有点感觉是吧？没事，感觉还是息肉这块，暂时还没有见红色的液体。OK。好，出来了。看到没有？能不能看清楚？看到没有？整个过程的最后那一下，知道吧？然后这里面还没有让你出血，是不是？刚才我讲了这个，我把你的最主要的考虑，你们的痛感、出血点，让你们降到最低。好，OK。